今日吃多啊，必须的啊，咱的官方长官郑老师啊，还有咱那个潘副主席啊，各位学员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啊，听咱的秘书长咧讲吼，安尼讲啊，这尼啊精彩，啊，这尼好的物件，大家应该有信心啦吼。有、哦，就是讲咱继续来努力，啊，干那行这条正确的路，就是讲有正确的论述、正确的方法、正确的策略，哦，正确的策略，行正确的路，最后咱一定会达到咱主题。甲建国的目标啦，爱安尼想。昨咱的新任的这个主席，甲咱做点半钟的演讲，我是来足甘心的，因为伊的心思啊真单纯，全是为台湾。伊讲伊就是咱台湾主体建国，伊嘛是。可能在日本哦，佫大落去啊！但是伊思思念念，就是咱台湾这个故乡啊！哦，会使讲非常的爱咱这个台湾，哦，溢于言表啦！吼、哦！啊，伊甲咱做足一鼓励，讲希望咱大家哦，一定爱安那呢，爱这个讲。唔通想要做大官，因为若是干那想要做大官，啊，就会去争权夺利，这就是现处时，咱的代表本土台湾人的政党，这个民进党，真害啦，哦，因为伊伫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思考下，伫国民党的教育之下，已经甲中国人共款，讲伊就是要来。做大官，所以就派系分立，无多共同合作。咱人民会当甲伊团结合作。伊讲来游行，就来游行，喏、哦，来守护台湾，几若百万的，咱就来守护台湾。但因内部就是无多团结合作，无多找出真正的人才，代表咱本土台湾人的民进党来参加这个选举啊。因出来拢唔是一流的啦，哦。啊、所以就拢一直爱咱台湾本土台湾人来个支持安尼，啊，但是唔是一流诶，所以我们才讲，安尼我这票实在是登袂落啊吼，啊，所以干脆拢莫去投票，响应咱民政府诶诉求，就是讲咱拢莫去投票，咱来对迄个波罗的海三小国来学习，拒绝中华民国任何投票，因为你本土号称本土政党诶代表性诶。民进党拢毋是出一流诶，啊！但是咱这个咱的民政府内底，咱希望每一个拢是精英，拢是一流诶，心思拢爱单纯，啊，然后呢，专心爱为台湾啦。我即摆要讲一个，我最近诶，这个啊，伫电视上看到诶，只物件，我平常吼。为伊个享受啊，看电视啦，哦，为伊个休闲生活，就是看电视。啊，大暗食饭的时吼，哎、欸，到七点的时，我就准迄个76台，看迄个《暴坊将军》，咱的母国，哦，日本的这个《暴坊将军》，伊是第八代的这个将军呐、啊，哦，徳川话这个幕府的迄个将军呐、啊，伊第八代有一个忠心的气象。啊！伊吼，伊我嘛希望各位若有时间甲看者，七点到八点，吼、哦、啊，七点到八点吼，这个节目吼，因为伊做一个将军，但伊吼拢是为了要建立这个咱的日本的新的特殊啊，要改革过去的这个歹的风俗风气啊，啊，所以做足侪努力，有、哦、一个人足拍拼呢，安尼吼，安尼诶，即真侪故事拢是甲伊的民众基层的民众。啊啊！拍打在一起了，那拍最后就对了。
这是咱民政府后摆咱的任何政务官爱去做做这款的工作。哦，我安尼个想，我看这个节目，我足爱看，讲哎，嘿，我较早咧做局长的时阵哦，伫桃园做局长，大雄有这个类似的这个情形，但是我无迄、那个无迄、那个无迄个大的权力啦。哦，我定来讲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啦。我心有余力，要来帮助这基层的民众，但是我力不足。哦，像我顶界讲话讲，南崁的这个完全中学，我是反对的。伊甲一个百年的老学校叫做南崁国小废掉，另外边啊佫创两个小学，然后甲南崁国小甲南崁国中合起来，变成一个完全中学啊。哦，啊，然后放3.6公顷的这个空地啊，底下咧互这个既得利益者，底下咧分赃啊。哦，啊，我都有心要甲伊反对，但是我就做袂到。哦，我想咱民政府的官员就是爱有这款的心思。哦，一旦有一天你伫一个职务上，一定爱认真去替人民做服务。咱的主席曾根哦，迄、那个孙先生甲咱面里讲。咱民政府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啦，哦，这个观念一定爱有啊，所以咱真烦恼。烦恼讲哦，咱要训练个4000人，实在是足慢的，个种800个人，啊，若是半年800个人，咱都5个半年啦，5个半年都2年半呢，哦，啊，就是讲即个4000人起来先，无够呢，要无够呢，因为咱足济人吼、哦。唔知道公共政策变人去施政呢？对经济问题嘛无了解呢？对这个技术面的问题，哦，嘛无讲真彻底了解呢？唔捌做过官，唔捌做过政务官，所以无迄个经验的时候，要甲代志做好唔是简单，所以咱爱搁再有较精密的训练啦。所以这个中间啊，咱要有一段路爱行，所以咱希望讲，看会当加速无？哦。以后就是讲，咱即期以后，即要热天过去了，秋天、冬天的时候，咱迄个一家拢100岁，甚至105岁安尼，咱家属伫一年内底，吼、哦，上万到明年底，就超4000人安尼。啊，中间假使讲咱若有多余的时间，甲咱的精力的时候，咱来办真正的训练班，这是演习了、哦，提供一个粗浅的概念，安、啊、尼办训练班，无同款的职务，爱做无同款的训练哦，吼、哦。像这个会计制度这个物件，甲内部控制这物件，爱有特别一个班来对这个财经的，就是讲出纳啊、会计这方面的人做特别的训练的，哦，类似这款的。另外，我迄天7点的时候，拍开电这电视的时候，看到什么呢？我的迄台都进前我早时啊看的 CNN 啦 ，CNN 就是迄个美国的迄个我唔知汉文咩来讲，哦，伊 CNN 电台拢讲英文的嘛。啊 ，CNN 7点拍开先哦，什么人咧讲话？哦，就是咧英国即摆 Prime Minister， 英国的首相啊。哦，英国的首相叫做我看过即个有抄，我即个有写。伊的名是迄个 Cameron， 哦 ，Cameron， 改成是 Edward， 唔是 David Cameron。你解释讲，英国自顶礼拜以来，因为大根吼去王室了发生的城市暴动，这个 riot 哦，一个 violence， 这哦，这个暴力诶，这个暴动的时候，啊，你检讨，啊，你进行国会的辩论，哦，啊伊吼，安尼讲差不多20几分钟，话阁讲啊足紧诶。少年人40几岁人精神足好，讲只几分钟，哦，耐心甲听，伊咧解说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咧提出伊个主张。伊讲了的时候，换反对党是 Labour Party 劳工党诶，啊，这个Cameron 伊是这个 Conservative 保守党诶，啊，这个反对党这个领袖啊，是迄个 Eight 啊 Milband 吼，哦，伊吼、哦，毋是像咱台湾安尼讲。你骂伊，唔是你骂，唔是你个责备，吼、哦，伊嘛是徛伫政府的立场来讲吼、哦，爱要安尼做，要安尼做，才做会好些。伊提供意见，互咱这个 Prime Minister 做参考啊。吼、哦，啊两个人讲了先，拢接落来先，换这个在场的
即个国会的即个议员啊，哦，有意见的拢站起来讲。啊，即个有意见起来站起来讲了时，假使讲哦，即、這个无啥人起来讲了，有赞成的站起来，爱接落伊就对接落，表示讲伊即个讲法，哎、欸，我足赞成啊咧，足有特殊的啦。即款的民主政治甲民主社会的充分的表现啦、啊，哦。足济议员起来表达意见，哦，啊，对这个首相做建议，啊是问首相的意见，啊，然后首相就阁站起来解说，拢总才点半钟的时间。哦，我看感觉讲足好诶，足恶咯，讲人这个吼，一个国会毋是像咱安尼讲，哦，大细声底下咧骂甲足歹听，哦，做一个政府官员，哦，变作讲煞和这个议员，和这个国会议员。哎、欸，骂甲真歹听，真歹看呢。啊，我就想讲，我十几岁的时候已经读英国的宪法，哦，读这个苏联的宪法，读美国的宪法，读这个瑞士的宪法，啊嘛读这个比较政府甲比较宪法这物件。哦，我迄阵就真最新吼、哦，迄款的先进国家，这个民主政治啊，甲英国这款的内阁制的制度，哦，就真恶路，嘛真羡慕啊呢。咱希望咱将来啊，咱这个民政府出来了，咱的参众两院，哦，咱的参议会跟众议会，哦，州政府嘛同款，拢爱培养这款的民主精神。这款的民主精神啊，都要在咱的生活内底落实。安尼，咱的人民的权利才会当得到保障。起码咯，不是讲，哎、欸，今仔日发生暴动，啊，有遐侪人受伤，讲45个。七十五号的这个房屋啊，去用破坏，啊，要给赔偿还是补偿？哦，这钱拢无问题。但是伊讲啥呢？总共啊，各所在有32,000元的迄个警察啦、啊。伊讲哦，将来唔是要阁增加。伊讲即摆警员咱唔免增加，但是咱伫这个设备甲资讯方面吼、哦，一定要加强。哎、欸，即款咧甲咱台湾无共款。哎，国民党嘅做法就讲，哦，即摆有这个民众，有这个暴力分子在那里暴动的时候，那个 riot 发生，还是暴力行动哦 ，violence 是在那里。他就说，我现在可能精力不够这样嘛，这45,000元去用破坏还烧掉呢。他说这样哦，警察收这个还要增加。你看，到处都警察。我参我们的台中州长的政治人，他那个出事的所在，那个所在叫丁厝啊，在露水溪边哦。我在跟丁厝的人说哦，讲哦，啊，这个所在吼，即要新起一个警察局呢，因为迄个无效啦。伊讲吼，1945年后啊，阮规镇干一个警察尔啦，规镇迄个镇头，佫毋是干意思，迄个镇头拢管三四个村啦，即一个警察，迄警察我的表兄啦。啊，伊讲迄个县长啦、张开山啦，住伫遮，吼、哦，阮即个平平安安，拢无代志，拢无啥出啥大代志。我讲迄张开山，我的表兄，哦，迄真牛。伊吼、哦，伊做代志真有一套，安尼吼，逐项代志拢摆得四平八稳。伊讲即摆吼去迄个警察局吼、哦，那啥那 KTV 啦，啊18警察，啊18警察，咱遮时常有查啦，吼、哦，金蕉好嫁落来偷收金蕉，钱啊好嫁来偷挂钱啊。我一个暗时啊10点外去个迄个钟头呢，用错个手你来做拄好，我咪掠查啦呢，来去斗三工，查甫欠查甫人，哦，我嘛爽吼。真正跌高起来就去啊咧，跌高起来去甲因斗掠贼呢。啊，去的时有遐听到爬伫树仔丛顶咧记车呢。啊，阮迄个吼，迄业主吼伤过紧张，咱是讲下咱围吼，围甲较近的才出声。伊毋是啊，哈，到田边就喊大声，嘿，你什么人？你甲偷厝偷挂车啊？伊就喊，迄个贼仔就怎溜落呢？怎样溜落？逐项拢歪哎，放咧走怎叫？煞去我们对对选个暗杀杀11点或12点，暗杀煞去走个，我都。白白的也不是暗嘛，啊，查了说可以走的呀，哦，啊，就是讲另外治安这摆，啊，你砖头先开一条路，啊，迄个，唔对，一个无钱通开销，无钱通食饭，还是无钱通迄个食迄安徽汤面吼，把迄个新路的这个电线拢加加去啊，电线迄东线、迄厝东线去卖啊，啊，加加去啊，拢无电啊，哦，无电费去啊，18人。啊，无啊多管，讲古早，迄效率遮悬，一个警察就会当3-4个钟头，大家拢平平安安无差啦。啊，这表示啥？表示咱
台湾已经沉沦已久啊。伫中华民国这个体制以后吼，对1945年开始，因都很乱乎乎啊，贪污腐化啦吼，一千万开销，只300万来落实，啊300万来咧做的工事都拢乌了木济嘛，啊700万摕去分分的，啊只明年后年一个风台来，一个水灾来，都拢冲了了，都搁顶住，搁来1000万，啊只搁2000万搁住。啊，重复的建设的，重复的浪费，重复的贪污，啊，这中华民国政府拢司空见惯呢。因为啥？伊我顶届有秀一个图嘛，吼、哦，一空一空迄个图，伊是咧吼贪污集团吼、哦，所以那是诶查起来案吼、哦，是国民党的人，是帮会的人吼、哦，啊，拢讲哎，这是家己人啦，啊，轻轻发落，啊，大罪化小罪，小罪化无罪，所以你看这个政风是足歹，咱。是安尼讲，咱爱成立民政府，就是讲，咱无爱迄款的政治风气啊，咱无爱迄款的政治风气，咱完全要甲伊哦挂掉哦，那像咧切牛安尼，甲切到清清气气，互咱将来每一个民众的权益，都是咱民政府的权益，一定爱保护民众的权益。啊，要保护民众的权益，就是咱首先，咱民政府的各级官员、各级政务官，要有这个清清楚楚的认识。这是咱爱做改，我上烦恼就讲，有一天真正的，咱也真正有4000人，也是讲真正的，咱 ID 已经发650万了，分啊。到时，咱要接捐款的时，咱的政务官品质有够好无？这个素养、道德观念有够强无？咱有法度回到讲，1945年以前，就是战后的时，中国还未来的时，咱台湾人拢治安非常好。历史非常好，吼、哦！已经咱已经变成现代化的一个民主社会啊，一个先进的社会啊，政治真先进的社会啊。真不幸，60几年来，去由中国中华民国这个政府贪污腐化的政府来给咱破坏，让咱台湾的社会一直沉沦下去。咱要安怎来给挽救起来？这是咱目前非常重要的工作。所以每一个咱来受训，诶，咱这学员。拢爱深深的认识，就讲咱本身对家己、对家庭、对社会、对台湾这个所在所负的责任，就是咱长咱的迄个主席吼，所内上甲咱讲的讲，一方面爱有爱心，爱心怀慈悲，伊讲咱来心怀慈悲，吼、哦、吼、哦，啊认真来拍拼，安尼咱才得到民众的支持。咱才有可能把代志做好，不是讲来上课了，啊，就咧当做官，啊，所以头先咱秘书长讲啊，就我们爱去看这个论述，哦，新台湾论，有影无好读，无好读，我咧慢慢读，慢慢有时间吼、哦，一工读一页两页，到这嘛才读100外页尔咧，哇，迄本册才高吼，真要读下来可能读到年底，但我足有耐心，我拢甲画重点，我习惯就讲。第一遍我读的时为重点，第二遍我就看重点，啊，甲重要的搁再做记录，只要记录起来时，我就消化，我就融会贯通了，就变成我家己的物件。安尼呢，我爱读到这停咯。第一遍为重点足紧的，为嘞。第二遍搁读这重点的时，就甲重点记录，哦，重点中的重点做记录，记伫我的簿啊。各位，你看我昨昏听演讲的时，密密麻麻。咱所内上的演讲，我去密密麻麻，哦，啊，我唔是数字，但我尽量爱当听偌济记偌济，这是我7月中以来规本拢记甲满满满，哦，记甲满满，啊，我有时间我摕起来佫看一届，哦，即摆用这个蓝色的笔写下来，过来我有会用迄红色的佫甲重点佫画一个，哦，重要的点佫画一个安尼。啊！一边咧，哎，那么讲话，那么演讲的时候，讲要发表意见的时候，一切看的时候，拢有资料的咧，足方便的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即摆已经老啊吼，记忆力较歹，记忆力较歹。我头先一直想，哎，要来讲这个吼、哦，这个 Cameron， 哇 ，Cameron 头前迄个名叫啥物？未记了呢。啊，要讲 Mill Band， 啊 ，Mill Band 专名变未记了老啊。哦，迄天看点半钟，啊、哦，我记得真清楚，但三更无聊爬上树，他。流泪，楼卡拍电脑，甲查一查，弄出来，这无够方便的啊！无想到讲哇，都要去图书馆查呢，这无够方便。所以只要你用心，哦，有心，然后你就会当学习足济。
已经互咱足方便的，电脑爱拍开啊，较侪活动的较无法度拍电脑，但是嘛是爱有，出现了爱有，我也要用哦上网了吼，啊查资料了搜寻了吼，啊是讲收 email 了吼，哦迄个电子邮件啊呢，啊是讲发 email 啊呢，安遮也方便，会当省足侪时间。将来咱民政府一定拢依法，拢电脑化，所以每一个人要做政务官，吼、哦。未使完全靠你的秘书哦，一部分我爱家己会晓哦，安尼才会当顺利完成咱的功能安尼。啊，今日足欢喜，咱伫这三天内底啊，我相信每一个学员哦，一定足有收获的哦。基本上过去刚听到灰灰啊，无具体哦。接下来第一天哦，我简单是讲一个泡泡尔，准我查囝讲。把你讲的都是一般性的东西，我讲拢较一般性哦。啊，我讲啊，较有技术性的，咱秘书长讲哦，伊足了解，有、哦、伊对头到尾伊个实践实在来做哦。写这个文章以外，搁再去靠过美国，这个胆识是台湾第一个啊。所以哦，我最近除了看咱秘书长甲何顾问写迄本册以外，我嘛帮咱的何军哦校对上，伊咧写讲关于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国际法研究方法之研究诶，啊，我嘛按头到尾甲修改伊汉文吼，小个汉文，我咧修改汉文，我感觉足感动，足感动诶啦，伊哦深入浅出吼，甲、哦、这个台湾国际地位未定这个物件，伫国际法的研究上。爱有一个方法，你若无跟照这个方法的时，一定是各说各话，没有交集，没有交集就无定论。现出是台湾呢，或者是伫美国这国际法的教授，你讲到台湾地位时，往往都是无一个正确的方法论。啊，所以伊讲台湾家嘛拢走错路了，就是美国遐的教授嘛是走错路了。伊这个足好呢，我甲讲，你这是汉文。你做汉文出来了，你换来改写英文的 PowerPoint， 啊去美国你就换来简单去改遐人讲讲，恁家拢搞错方向啦。啊，你台湾你嘛，或者台湾人家这国际化的学者，甲讲你搞错方向，安尼时你就快了，我们就很快了。所以我上面看咱秘书长的册《新台湾论》，啊上面你校对何顾问迄个文稿的时候，我感觉足甘心。咱林秘书长甲何志远何顾问会使讲，真正真正要甲咱本土台湾人带出一条光明正大的大路啦！咱个拍破个，感谢。哦，我是吼读这物件吼，足佩服个，足佩服个。我少年十几岁时，我读政治学，吼、哦、读这宪法嘞，读比较见政治吼、哦，比较个各国政府啊。比较各国政府，甲比较各国宪法的时候，啊，佫在读文心哦，读中国自由中国半月刊，我迄阵就知影讲啊，国民党这套拢假嘛，哦，啊，伊就是吼、哦、中国做了歹嘛，唔只叫中国人甲赶出来，哦，啊，佮你再讲我说，伊说民主救星是专骗的，专骗的，因为我迄阵已经是无咧相信国民党讲遐迄套啊，我大概啦，总统文教我拢亲自读他的，啊，我记忆力足好个咧，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现在读大去考试吼，迄公民课拢考下嘛，我嘛考得足好个啊，吼、哦，嘛考得足好个。我伫中商毕业的时，初中毕业的时，就补上高中个啊，啊，怎啊去啊去考书啊呢？啊去考高中个，哦，啊，我那边唔爱读高中嘛，我讲我伊咧读高中只阿伯唔只有前途，我读高中个时吼，阿伯爱读大学，啊，唔只有读迄款大学用书，因为我读个高中咧读起他们比较政府啦、比较宪法啦、政治学啦，哦，迄拢是大学用书啊。我咧就开始咧想要上大学咧，啊，但家庭真困难，伊就叫我啥，叫我爱去读书啊咧。啊，真正讲，已经爬去咧车顶，爬去屏东书院要报道啊咧。啊，讲我上车的时讲落车一个王同学甲讲，啊，因为风太关咧吼，将中明仔载报道截止，毋是今仔日咧。哦，阮大，阮这辈大怎讲？甲到来讲，啊，你去问恁大姑啦。哦，咱这兄弟，你上好读书，你唔能去读书呢？读啥书啊？后摆吼，干来教书话无够安尼，无菜。啊，真正甲塞落去兜，啊，我怎啊把我关来，怎啊再去问阮大姑呢？
阮大姑问我要读啥，我讲啊，阮爸爸刚叫我去读师范，我讲阿姑，我无爱读师范，我要读高中，要来读大学啦。迄阵十七岁尔，四岁十七岁尔，阮大姑讲好啦好啦，啊，摕五百块还咧，我天早透早就走去江中注册了，十一点就转来到厝，我来要讲你招待你招待，我讲啊人我走去江华注册安尼，你掏钱，啊如果查妹走去找阮大姑，阮大姑花五百块去注册啊，阮老爸吼。欢喜到要死哦！干这个高音啊吼，咱都无在乎读，人伊都读册名嘞，人伊那古都要读嘞。啊，我从迄五百块读个研究所去，读个研究所去。所以吼、哦，真正真爱持志，迄、那个志气吼爱管。咱在座各位志气爱管，像我呢，乞食唔敢做乞食，吼、哦，就讲我乞食嘛，想要读大学就对啦。安尼认真拍拼，总有成功的一天。那么赶快。民政府，咱支持爱管啊，总有成功一天。大家共同来打拼，一定会成功，对不？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起立。立正，站立。各位学员。